大家好，我是傅国豪。我听说周六有一个反暴力救香港的集会，成千上万的市民会自发参加。我不能到现场，但是我也录这样一个视频表达支持。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的维护香港的稳定。我到现在我都是很爱香港的。我不希望那些暴徒对我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引起内地和香港的对立，所以说我在这里还是要重申一遍，我爱香港。我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到香港采访，去和香港市民交流。谢谢大家。